哎，就这菜怎么样？辣椒酱，蒸鹿角，蒸茄子。回家了，终于有时间回家来了啊！收拾收拾这边，刚刚煤气罐、菜板子都从这儿来了。哎呀，能使了吗这菜板子？一样让我给我拉。回家第一顿啊，开始了，大血肠。大肉筷子二斤，这些肉啊，新焖大米饭，看我这大米饭，这茄子这色儿干啥啊？看看一个粒儿是一个粒儿的，是不是？这菜怎么样？辣椒酱，蒸鹿角，蒸茄子。这我家大米饭啊，朋友们，油光锃亮的，刚焖出来的啊。这一块，半斤多肉啊，先磕它。辣椒酱。这铺满，蒸豆饺子，这辣椒酱适合吃蒸菜。
这辣椒真辣呢，过瘾呢！哎呀妈，这大块还瘦了没吃，那一块生肉也得有半斤多，就这么地儿了。晚上接着吃啊！